吹北风，很小的风，算是冬天来讲很小了。远方有人在钓鱼，在捡贝类的，干草。今天第六支调查，第六支高手，钓友不了风度。讯号打不到，练者不吃，还在吃蓝鳍蟹。现在天气很热，老师不苗。
好了，有机会再来挑战吧。我们下午再见了。